讲到这黄色小鸭，真正是吸引全台湾的民众来欣赏。今天在中西里大安宫生态池，庙空池顶个月就买了一只黄色小鸭，并且该放伫这水池边啊，给民众来欣赏。因为讲这黄色小鸭的魅力实在是真大，平常时都民众来这欣赏。那拄着假日时阵，更加受家长会带着出来带小朋友来这欣赏。透过画面，咱做伙来欣赏这黄色小鸭的魅力。一林镇中西里大安宫，顶个月庙方买了一只这充气的黄色小鸭，并且就下伫这溪池啊这边啊，和游客来欣赏。因为讲这黄色小鸭相当的高级，个真鸭吧，真侪民众看到就想要来翕相做纪念。很多小朋友来啊，很多游客、啊，对啊，觉得这只小鸭不错吧？对啊，对，很热闹，很热闹。然后让人家有一个地方可以玩吧，让小朋友的地方可以跑，环境还不错。对，对，因为吼最近就是当个流行啦，啊，进前就是高阳了换糖，啊，我甲阮主意建议，啊，阮主意就去开这台，开这只黄色小鸭啦。啊，欢迎咱西洋镇吼，啊，各位亲友，吼，若有时间有机会，吼，啊来阮家吼，啊，佚佗行行，上山拜拜，安尼。这位民众就是附近的居民，自从这生态池有这黄色小鸭了后，平常时就民众来这欣赏，尤其讲这假日的时阵，人是更加多，但是讲人变多，环境又变乱，因此伊也希望这游客会当做伙来维护周围的环境。这是这个块是咱庙爷哈？嘿，等于讲算公的啦，公的、啊，嘿，公的建设啦。哦，嘿，是安怎哈？早期哦，这可能我不出事就有啊。已经多年个啦，早期就是摕土去做砖啊，吼啊，结果吼土摕了后受困，吼啊变形安尼，算真天然的这种迄个场所就对啦。啊，伊早起荒废去了。有一段荒废啦，啊荒废经过砖个甲注意大家努力吼，了后才有这种较好个环境安尼。目前黄色小鸭在桃园来展示，但是气候一个认为也造成黄色小鸭爆炸。目前所展示的高雄的这黄色小鸭一个台班，也因为风头的关系，全是无法度灌风灌袂起啊。这观众朋友啊，若无想要走远路，也会当到一林镇中西里大安宫来欣赏这只黄色小鸭。虽然体型不大，但是伫真近的距离就会当欣赏到，也袂输乎这桃园的黄色小鸭哦。中视新闻小编凯一林报道。